UV 直喷机如何选购？购买 UV 直喷机前需要注意的四件事。 UV 直喷技术可说是新时代的印刷革命，让彩印品质更好，印制速度更快，还能创造特殊层次效果。 UV 直喷适应多种材质的特性，也让客制化、文创等产业发展更蓬勃。然而在选购 UV 直喷机前，必须先综合评估为何需要买 UV 直喷机，该如何选购 UV 直喷机。以下一生将告诉您选购 UV 直喷机前需要知道的四件事。 UV 直喷机有什么特色？一、可印制的材质广泛。 UV 直喷机上的 LED 灯产生的热量少，发热强度低，像 PVC、PET、 亚克力板这些容易变形的材质也可使用 UV 直喷的印刷方式。二、不需制板，一键可印。 UV 直喷机喷印不需开板，透过电脑连接 UV 直喷机即可马上喷印，如同一般家用的印表机一样，印刷不受到数量的限制，甚至也可快速少量多样印刷，是彩色印刷的革命。三、成印物的厚度无限。 UV 机为平台式运作，喷印不同厚度的物品只需调整喷头高度，即便像是大型行李箱也可印制。四、可印制白色颜料。 UV 直喷机的白墨可先在物品上打底，再将彩色墨水叠上去，让色彩更鲜艳，不易失真。而 UV 直喷机的白墨还可做出浮雕特殊效果，透过白墨堆叠可制作出表面立体质感。五、光油墨局部上光。一般墨水喷印出来是雾面效果，而 UV 直喷机还可上透明光油墨，除了让表面有不一样的质感外，透明墨也防刮耐磨，可保护表面。选购直喷机需要注意的八件事。一、印刷尺寸。选购印刷机之前，要注意目前现有的空间、印刷产品来决定设备的大小。刚开始生产前， UV 工业直喷机推荐先从桌上型的设备入门，生意较稳定后再考虑大型设备。二、系统能升级。一般正规 UV 直喷机都有配套电脑系统，系统最好能升级，避免频繁更换新设备，旷日费时也伤荷包。一生 APEX 除了在系统控制权上使用工程操作模式，并且软体部分平均一两年会更新一次，是很好的选择。三、服务团队。买了新的设备，最怕有问题时找不到人处理。一生成立并服务客户已达二三年，有提供专业软硬体咨询与服务。四、有提供延长保护服务，若设备有长久使用的必要，购买延长保护服务可让您在碰到设备故障时等于免费更换零件及维修，更节省人力成本。五、性价比高。通常价格高的直喷机速度快但耗材高，而价格低的速度低但能节约成本。销售全球的 APEX 将生产成本及开发费用摊提在上千销售量上，所以能提供最平实的价格。六、维护要简单。为了节省人力与时间，维护系统要简单。 APEX UV 直喷设备只需要开关设备以及按下清洁按钮，就能开始一天的印刷。七、操作简单。在人力成本愈来愈高的现在， UV 直喷机能简易操作非常重要，甚至单人就能操作。 APEX 提供中文操作界面，只要设定好尺寸数量就能印制你要的图案。八、有提供教育训练课程，不管是印刷设备或是安装列印软体的操作，最好有专门技术人员协助培训，培训完后客户就可以自行操作，且最好提供教学手册，有助于及时解决问题。 UV 直喷机推荐成立二三年的一生庞大专业团队，助你迅速上手。除了样式齐全、操作简单，对于后续的训练及服务也会全面支援，以满足客户的所有需求，并达到减少人力物力的目的。